主料椰蓉100克，白砂糖30克，色拉油20克，鸡蛋一个，辅料奶粉15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将奶粉和椰蓉倒进容器里，倒入大豆油、糖，打入一个鸡蛋，搅拌均匀，成品很香，要经过热加工才能吃哦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